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罗特。自上市以来突破百万会员的《梦幻模拟战》，为了感谢玩家们的支持，今天在台北山创举办了玩家见面会哦。现场不但邀请了知名实况主，还有美丽的 coser 来到现场与大家同乐。马上跟着《电玩宅速配》一起来看看吧。梦幻模拟战手游突破百万人次，为了回馈玩家，今日在台北山创举办了盛大的玩家见面会。现场除了有精美的人形立牌可让玩家们拍照打卡，还有知名 coser 梦梦扮演的光之巫女莉亚娜现身会场与玩家合照。除此之外，更邀请到了人气实况主老皮、六探、深野叶子和玩家们进行即时 PK 的趣味挑战赛。面对经验老道、来势汹汹的实况主，上台挑战的玩家也是展现高水准的对决，获胜的玩家还能得到圣魔卷哦。为了感谢达成百万会员，官方在现场举行了抽卡仪式，非常佛心的送出十张圣魔卷给全四服的玩家。这么回馈玩家的游戏，还不赶快加入来玩一波吗？